来，今天玩联网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讲手厨。那就先手厨是我们的。等一下啊，我们的手厨是我们的这个谢必安啊。所以今天这一集的重点，首次厨子奖励谢必安。有礼包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在这里，序号礼包的兑换教学，那你们点这边，然后点确定，这样确认这样。所以礼包需要的兑换教学就是点头像，在这边一个兑换礼包，从这边呢进行输入的动作，再点确定就可以领取了。好，就这样。所以今天跟你们分享手厨与礼包需要的兑换教学。好，那我们真的昨天玩得很好玩哦，来，我们继续下一关。哦，所以我他真的是非常好练哦。我们下一集直接来讲手抽的部分。那今天讲手厨，好，就这样，很可爱吧？他就是有那么可爱的那个感觉。有没有？那一样就一升等了。然后我们之后会去抽更，我之后会去抽更好的英雄给你们看。我再可以抽英雄，这样。就是我们下一期吧，我可能会抽一些比较 OP 的，但他一开始有送我们比较强的。有没有？然后你们就可以看一下哦。你们这边有一个英雄，这边点进去了之后，你看，他其实一开始就有送我们一些蛮 OP 的角色，所以你也不用说急着要，怎么讲，也不用急着要那个怎么讲啊，也不用急着要一直抽啦，哦，就是先慢慢来。那这边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升级，对。哦，就是那么耐玩哦，那你看你就可以，而且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是，它居然有所谓的2倍速耶，就是加速，加速这点真的要夸奖一下，2倍速，你们看，然后自动也有。就是那么的可爱啊！然后你看，这样就赢了。好，那就以此类推，一直下去，然后可以得到一些新装备，再把它穿上去。好啊，今天也是到这边。不过这游戏有扫荡吗？不会有扫荡，应该没扫荡。但它的战斗很快啊。